现在时间12:13，车外温度21度，我来到了泰安休息站。现在车速吗？对，想试试看。听说在休息区里面有一个汽车休息室，带着我的小贝贝，够枕头。上车，上车。没办法，现在必须直接到吊点了。跳棒点，出发出发！已经到了东西向的4号高速公路，这边一下去就会到了石冈，这边有个 7可以扫路。是谁 ？Superstar 降临是不是？那灯光这样闪。如果是开车的人，我早就跑按屏了。我操！拜托，不要闪成这样了。这灯光太夸张了，是谁设计的啊？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！这每一次炫光，都感觉好像被测速照相照到一样。我靠，我要昏倒。还好我早上有喝一杯咖啡，我现在精神还不错。不然刚那一闪下去，我可能眼睛会瞬间眼盲了，眼盲。你这样探险队，探险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今天来采集石头，采好就可以开工了，天已经开始亮了。等一下就开始钓鱼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按一点好啊，集中赛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要不要帮你捡一点？我知道那个秘密武器很厉害，不好找，我不要爱上，爱上就很难回去了。我用这些小米的话，钓到没有鱼再来学那个，因为那个事先还要先处理的。我这个边处理。冲好了欸，瓦力瓦力，
直接放了，加点麦克最粗的就好了。哎呀，三四四啊！